兩隊波嘅目標同志向非常之相似，當然都想贏波去實現自己嘅夢想，同時咧就俾啲打擊自己嘅對手，打開激戰嘅第一幕啊！球場嘅氣氛咧非常熱烈，呢啲情況之下咧，球員都會突然加把勁噶。比賽正式開始，巴塞隆拿對西班牙，戴維斯。1986年嘅6月23日，可以话系马勒多纳嘅职业生涯当中令人深刻嘅一日啊！与其话一日，不如话四分钟啦。第51分钟上帝之手固然系非常有争议性嘅，而第55分钟嘅入波就可以话系足球史上最伟大嘅入球之一啦。经过4年前喺西班牙嘅耻辱之后，呢球波咧都可以话系将功补过啦。哇！呢球有趣喎。一个横传埋去中路，一脚啊清走佢。呢啲咁嘅传波真系激死队友啊！马图斯反击啦，几脚嘅短传啊，传去外侧追唔到。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算是很准的一球啊！马图斯，两队似乎暂时都踢得比较保守啊。洛迪卡斯简定抢得好啊，应该要睇实呢个球员的。艾宁夏兰德，祖迪比宁咸，祖迪比宁咸射门啦！哎呀，功亏一篑啊！祖迪比宁咸走位真系唔错噶，帮队友制造咗好多空位啊！戴维斯，呢个波点追啊？戴维斯相当之稳健啊，咁啊两边都唔执输喎。孫興文，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難得好啊！成個反擊都唔錯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！新增高成功攔截到，反擊嘅時候唔夠專心，失敗，機會咁樣浪費，失敗。好，搶咗個波啦！好嘢啊，食曬個位。将个波送去侧翼，又将个波踢翻埋去中路。马勒多纳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，美斯成功咁揿走佢啊！美斯把杆，传波弹咗出底线，角球嚟嘅。西班牙今場第一個角球，亦都係成場波嘅第一個。巴塞隆拿攞到個波啦！呢啲情況你唔入，隨時人哋入翻轉頭啊！佢哋要好好把握呢個機會啊！新增高。呢球有機會啊！孫興文啊，幾好！個波而家喺美斯度，祖奧揀思路，試下清走個波。祖迪比寧咸，真係好波啦！沙拿攞到波啦喎！呢球波擋得好啊！杜奧巴，杜奧巴，結果就係冇結果啦。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俾波嘅路線又明顯得滯嘅，做乜咁大嘥啊？後生仔，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，好容易就截到。
睇下俾唔俾到个靓波先。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！阅读球赛能力好啊，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？咁都俾你估到啊！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有空位啊！呢球点啊？挡住呢个波，美斯完全冇犯错噶吓，但龙门技高一筹。唉，我谂都唔使我讲啦，喂，餐屎啊！一球嘅入波，入波啦！哇，明星球员真系名副其实啊！啊，真系好嘢啊！又系佢入波，我有时真系怀疑佢呢队波。是不是只有他一個？好波啊，又冷靜又準，這麼冷靜的射門入球就是必然的結果來的了。巴塞隆達入球先啊，厲害了，這球球令到球員都很嗨啊！哇，球迷好像還嗨啊，怕且都是上半場最後機會了，好機會啊，頂得麻麻地喎，唔係啊嘛，龍門口好，上半場45分鐘就踢曬，兩隊只係相差一球啫，咪比數1-0，落後嗰隊咧都唔係冇得追噶。比賽節奏咧完全俾佢哋控制曬噶啦，班波踢得好順啊！巴塞隆納攞住一球嘅領先優勢，翻入去更衣室。下半場啱啱開始啊，領先一球係好大意義噶。阿勒當拿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個空位咧？西班牙呢幾腳又傳得唔錯噃，反擊嘅時候唔夠專心，失敗機會咁樣浪費，失敗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，睇嚟就似越位嘅啊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哇，差唔多成份撞埋去啊！杜奥巴，希望佢哋可以好好善用呢个机会啊！睇实边个喺前边啊！冇人 mark 佢啊！差唔多到最后防线起脚啦！哇，世界波啊！犀利啊！哇！西班牙追平啦！我就真係同情阿龍門啊！佢俾後衞擋住咗個視線，見到個波都太遲啦！呢場波嘅形勢真係不停咁變緊啊！嗱，強強對決，其實多多少少都估到會打到咁噶啦。而家就係睇邊個可以把握機會先啦，一定要有一個關鍵。舒夫真高，過程就唔錯啦，可惜個結果咧就唔多理想。唉，又嘥咗一個餐屎啊！孙兴文、艾灵哈兰德、巴塞隆拿，依家俾人追成平手，系咪要起脚咧？入波啦！入咗啊！呢个波反超前啊！喺咁大嘅压力之下，仍然表现得非常之冷静啊！嗱，对手后防嘅表现咧，其实唔差嘅，但系佢仍然好似魔术师咁样，无中生有，制造咗呢个入波机会，矮赞。打破僵局啦！呢个球员天生就系晓入波嘅，就算成场状态唔好，都照入。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斗晒警觉，舒夫真高，马勒当拿，美斯过到啦，过到，起到脚啦！正系靠自己嘅技術，舞龍咁舞舞到入去，真係幾犀利喎！真係好波啊！呢個球員可以改變比賽嘅球員，咪就係呢款咯。
換人了噃？咦，兩隊都換啊？可能咧想快人一步，保持住呢個優勢啊！個波喺沙拿度喎，美斯企啱位，截得好好啊！快啲帶上前面啦！基尼安麥巴比咁啊，幾腳傳送，希望可以組織攻勢。做乜咁大嘥啊，後生仔！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夠準喎，好似啱啦！呢個情況應該要咁做嘅，要繼續努力下啦。唔錯啊，最緊要 keep 住個勢。馬圖斯呢下救命啊！好嘢啊，食曬個位。我哋踢波定踢人啊？犯規啦！亞歷山大亞洛特，美斯起腳射門啦！最波啦喂，基尼安麥巴比呢一球啊判越位啦，望兩望就射啦，臨門一腳送大禮俾對方都有嘅，呢個嘗試都唔錯嘅，搏一搏啦。嚟到個靚嘅位置啦，加華迪奧擋住咗球波，波喺尼馬腳下啦。西班牙追平嘅機會就可能渺茫咗啲，不過都唔可以放棄嘅。亞歷山大亞洛特，美斯個波咧，而家基尼安麥巴比，後邊嘅球迷都勁開心啊！比數啊進一步拉開啦。真係俾你揸支追擊槍咧，都未必射得咁準啊！唉，俾邊個龍門落嚟救都死啊！已經有球員在場邊熱緊身㗎啦噃，係咪要換人咧？呢一球波可以話改變曬成個比賽嘅局面啊！嗱，結果就應該冇咩疑問㗎啦，不過都唔好鬆懈啊！個波而家喺美斯度，巴塞隆達剩翻一次換人機會，用唔用到咧嚇？咦，唔錯啊！沙拿走位接應。好，搶咗個波啦！俾波嘅路線又明顯得滯嘅，伸身高，基尼安麥巴比，咪射佢啦！大家追住個波。哇！龍門之後應該請佢食飯、飲茶、直落啦。馬乾，迪根巴華，馬乾，美斯，尼馬，馬圖斯，波喺尼馬腳下啦。閱讀球賽能力好啊，預測到之後會發生咩事？好嘢啊！食曬個位，揾到目標啦。呢啲走位後衞頭痛啦！球證吹咗雞，係罰球嚟噶。好多球員咧，經已啊準備去爭頂頭槌噶啦。踢之前諗諗先。好，美斯攞到波啦！
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帕迪，個波而家喺美斯度，基尼安麥巴比起腳射埋去，好球正吹雞完場啦！巴塞隆拿得到他哋想要的結果啦，而家可以慶祝啦！Kimmel，點樣總結今日呢一場波咧？巴塞隆拿贏到呢場波。